直播间有个2000的抽奖，买一把武器大师。谢谢，请你吃8块钱螺蛳粉。谢谢机器人的3个飞机，大家有大气可以送点大气啊，我们差点大气。谢谢机器人的4个飞机，感谢机器人啊！我又回来了。哎，晕手，还躲掉他一个 W 呢，挺好啊。还有10秒钟了啊，最后10秒钟了。谢谢孤单一人和世间遗憾你和火锅，后边的咱就不谢了啊，我这还得切屏。晕屏 A 走，走位没 A 着他，升了掉下来锤锤。恭喜猴子白嫖大宝剑，最后没人偷塔。严阵以待。跳上来，这个居然能被塔砸了。重锤他一声，哎我操，很疼哦，不过没关系。哎，没跳出去。我好像错过了一次。把他们也算上。哦，他带的是点盐呢，没关系，小问题，都赖你们嫂子跟我讲话。闪现挡他 E， 哎，无所谓了。他双招交了，他一会儿怎么打也，他也难打。只要不是他们家打野来了，就没啥问题。冰薛微是有点多啊。哇，你真敢踢呀！我发现啊，刚这个 Q 你都敢踢我，我属实是没想到啊。这个扣怎么还有？我又回来了。扣没消失，因为他踹着我。来个875，攻速来了。
两秒钟。他为什么回家了呀？他回家干嘛呀？这兵线你能回家？他回家有两种情况：一，他是傻的；二，他挂机了，跟队友勾溜。严阵以待。只有这两种情况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他把桶壶了。啊，还有第三种情况，他跑中路去了。他跑中路去，他也算第一种情况，他也是傻的。这兵你不补啊？那咱就在这待着吧。看招！哎，你敢把 E 交了？交闪，好闪，还送我一层，挺好啊。看住！他可以一刀不补，然后赶开我的队友，那没有用。他赶开我的队友，他能有多少经验？除非他能混起来。我这蜘蛛带的点盐呢？把他们也算上。哇，那鱼。去吧，他青钢影永远六级啊！你千万别吃线啊！你吃线你就跟我姓，听见没？你千万别吃线，你一个线你也别吃。现在该我了。中单是派克吗？派克怎么跑中路去了呢？还有谁？严阵以待。来，这人不知道哪去了。我不可能让他拆的这么快，你知道吧？我一定是等小兵全没了。掉了哪个小兵？可不，不打小兵，跑来打塔。
还别说，这人还真就没了。咱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打法啊！这死哥干啥来呀？反正很奇怪啊！这是一种奇怪的打法。从六级开始，这人就没见过。加了，我们4000块钱。严阵以待。那我是不是可以先出一个三项啊？算上，那鱼也无敌了。早知道这把我们来个大虫子了。死哥应该在这里呢，我估计。我把大开了，走位一手。你要跟我打，小伙子。好一颗。咦？这往哪闪？来一波，吹一波 Q。闪到我的脸上，我不知道啊，这跟我没关系。这青钢影怎么搞下路去了呢？这青钢影什么时候去的下路啊？像这种团战怎么能少了我？赶紧的，我要来干一波！来来来来来，带我一个，带我一个！我跳过来，重锤开 E， 晕锤，锤锤重锤，锤锤重锤，锤跳上来，吹一波 Q， 又是一波吹。不行，这不能被打着啊！周遭的人好像没什么用，太大，晕，锤锤重锤，现在是大波钩跳上来，它有意义。这塞纳的 W 技能好远呢、啊。开 E 走了，又是一波吹一波 Q， 我们回家了。他好奇怪哦，他杀了我一波，我杀了他一波，然后他就挂机，我也不知道啥原因。
阵以待。顶多俺们俩就五五开呗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来来来来来，往这走来。太大，晕，太大，锤，重锤，锤锤，跳上来，重锤，重锤，锤，重锤，重锤，跳上来，锤锤，重锤，什么东西？哎，这波得夸抓 Q， 搁哪呢？青钢影，快青钢影！输入神秘代码。给我勾他，重锤！再见。出招吧！回家吧。我把他杀了，大我这没用，双杀，我给你打一招，出来力的，这叫以德报怨。即使你拿了我一个五杀，小伙子，以为你是我的队友，我不可能抛弃你。打个蓝 buff， 看招！小龙拿了，把他们也算上。西兰刀啊，哎，武器可以出盾弓啊，我才想起来那武器可以盾弓西兰刀了，是不是？锤，重锤，开大锤，跳上来晕锤，三二一，闪现跳，点燃，锤锤，重锤接重锤，挺狂妄啊！这塞纳。你挺狂妄啊，我发现这不能摇了他，怎么没有又加血量又加暴击的装备？有啊，有吗？我看看啊，你首先你得要生命回复生命值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得要个暴击，盾弓，神话被动，盾弓的神话被动算不算？